七百八，二二三三四五六七百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百八，四二三四五六八七八。好，我们来说一下第一个动作。造型摆住，左手的手心冲前，右手的手背冲前，然后两个手是一个接近90度的力度，然后我们的右手一定不要贴自己的身体太近，往前推一点点。一二拍不动，二搭的时候，两个手的手指尖冲上，搭三的时候，眼睛随着右手走，三往右看出去，四的时候，两个手同时往下。手指尖往下切，同时我们的身体像抱了一个球一样，要包住，拱起来，然后我们的脚一拍伸过来，四，然后后退步，五，六，两拍到位，七的时候抬手，眼随手动，七，八的时候一拍眼睛往左斜下看，八，出我们的左脚，同时左手往上提住，二二的时候两个手交叉。二二搭，一拍蹲下去。三的时候，左手甩出去，往左边甩，然后我们的腿往旁踢，来一次。二二搭，三四的时候，手和我们的脚一拍，往右边甩出去。四，然后我们的胯往右边顶，然后五的时候一拍一重心，慢慢一重心，五，变，弹回来。七，左手，我们的手腕往我们的下巴上靠，然后右手用手背推出去，七，往下蹲，然后哈腰，七，然后转身移重心，八，三二三四的时候，我们的手从右往左，我们的胯从左慢慢移重心往右，来准备，五六七八三二手。到了交叉别住的位置之后，一拍往下搭，就是说是三三四的时候，先往下蹲，连起来来一次，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的时候，一拍我们的左胯往内顶，五提起来，我们的左脚垫起来，五，然后我们的手往外推，五拉成一朵花，从镜子里面能看到。五，对，连起来。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三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打，八。动作干净一点，退的时候，我们的左手绕头转，然后右脚直接往右边踩住。准备。五，六，一拍。七，绕头，打，甩右手，八，甩头，然后第四个八拍慢慢转起来，四，二，三，四，拉手转身，五，六，提，八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。二二三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准备的时候，右手在右脸旁边，然后左手从右提往左拨开，一。二三四，收住，然后双手从左侧往右拨开，五六七八，注意我们的身体要往后仰。二的时候，右手一拍甩出去，二单，左手左脚同时起，然后屈膝，三四，慢慢起，右手五六七八。然后右手一拍，画圆，身体转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立起来，五、
六，往下蹲，右手从头顶往下滑，左手从下往上起，五六七八，退步，四二三四，变退行，收手往上起手，五六，打开，七八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我们现在讲一下第一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是左手提我们的裙摆，然后右手在斜上45度的位置。然后我们在转的时候，一定要提前把裙摆要甩开。来一次，五六七八，一二，收住。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八的时候提前踢我们的左脚，然后手是左手先提，右手再提，然后右手提的同时，左手慢慢贴着自己的脸颊往下滑。来一次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然后下一个动作拉开，拉平，一二往前走，三上步，四慢慢我们的腰画一个八字，五六拉开，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换一个发型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就是这个动作。我们从这儿结束了就开始，我们这会儿重心在右脚上，然后我们的左脚这个时候完全没有重心的，然后我们往下走的时候，左手经过一个盘腕，看我的小拇指这一块往后旋，往内旋，盘腕，把胳膊肘主动架起来。这个时候等旋，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移重心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的重心在中间，把我们的尾椎这个位置要捋起来。好，左手已经到这儿了，右手是顺势，七打八，一。二三四，经过四拍到这个位置，它是平运的一个。再次，一二盘腕儿，三四和三四往下说。五六的时候经过一个小五花，但是它是一个斜线的位置。五六，好，腿是直接，把重心移到左脚上，右脚是拖回来，拖到这儿。三四。五六七八，视线是从一开始的看你的左斜下，然后盘腕，一二三四看一点，然后五六七八看右斜下，连起来做一次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下一个拍，我们的手松，解放掉，的，或者，看手指尖谁是有动作的，是有一点这种感觉。我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加这个，但是就是加了，好看。好，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，好，到这个位置，这个时候我们脚是没有动的，只是把你的眼睛看到了上面，然后。五六七八，腿就是你的，好，手是到你的遮住半张脸，遮住了一个嘴，遮住一个嘴，然后第二下蹲的时候，腿出去，手也拉出去，连起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四二三四五六七。八，然后直接你的右脚往回踩，好，手放下，然后一慢慢走，二
三四好，上步，哒，六七八，最后一个收快一点，一二三四好，手势随着你身体，哒，有一个弧形，不是紧紧的贴着身体，有点空间，对的，一二三四回六七八，一样的，反面三四走。哒哒，六七八，五六七八，一二哒三四五六七哒八，二三四五六哒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哒八。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我们从第一个八拍开始讲。我们在跳副部分的时候是之前面是这样的转，然后手在这儿放着，五六七八，然后一的时候上你的头脚，同时一的右腿要从后。从鞋后画到二点的位置，然后放下来，腿不要伸得特别直，也不要特别弯，在保持一个曲线的基础上，尽量的长，把腿放长。然后在你上步的时候，你的左手是一直放在你的左脸旁边的，然后右手是绕头。然后三次的时候往后靠，用你的左后背往后
三四的时候有一个挑胸腰，但我同时腿要直，头要弯，但这样好，吃一个好吧，一二三四，然后五往右面上冲，五六单腿吸，腿就这样站凹进去，有单，然后吸的时候是一个甩腰，然后看我的手啊，右手直接画一个立面打下去，左手经过一个这样的位置，然后直接拎到你的额角，左额角上。腕儿是折着的，是用腕儿去点住你的左右脚，不是这样，不是一个拖掌的这样。六哒，好，这样甩腰，腰尽可能往上甩。六哒，七哒，八，好，甩腰的时候我们左右是弯的，这样一个，尽可能往下。七，好，不要下那么正着腰，就要给斜腰。七，然后八的时候原路返回，但是你的左手回到屁股上，右手回到你的左脸上。八，回到闭上，然后你的右手是在这，连起来做一次。六七打八，一二三四五六打七。三四，拧住。
头脑很强，我们是一个从脚底下给的力发展。走，吃。